你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？叫大香肠哥哥。大香肠。对，大香肠哥哥。我可以说他是香肠哥哥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哎、欸，他的莲蓬头很大哎、欸。那个水也很大，是拿来自慰用的吧？啊啊啊！好丑、哦。我们先关视讯哈，再见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行。我直接害你。家哈，交换家钥匙哦。做家很重要三点，第一点不准跟汤宇上，脸上可以，不能上，做到吧？我错了，也不可以换女生会流水水。我床上要很干净。我今天做完了，流完了。爸爸换床单。OK， 好。第二点就是十二点的时候关那个鱼缸的灯跟植物灯，我有贴那个小便条纸，它会告诉你哪边按这样子。第三点就是除湿机两台都帮我倒水，没事，汤宇会做好。好，解决了。我的很简单，只有三点、嗯。第一点就是你明天早上6:30要起床，弄早餐给他吃，然后他要在7:15以前吃完早餐，然后送他去上课要走路。我们可以做 Uber？ 不行，因为他以后要教他独立上下课，所以他现在正在学习要怎么走路上学。你干嘛要那么狠心啊？没有狠心啊，他很愿意啊。然后他自己知道学校在哪里，所以他会带着你走。哦，对，重点是早上那个时候呢，带小孩之外还要带狗散步。哦、oh, ，很可以。对对对。第二点就是等一下回家呢，要赶快哄他睡觉。我有买一个说故事的娃娃，他开机之后就自动说今天的睡前故事，然后他就会听一听，听他就会睡着。哦、oh. ，他是一个很乖的小孩子。哎，那个蛮简单的、嗯。然后第三点就是我还有三点，太多点了吧？你等一下呢，回到我们家，因为我们家有两个阳台，我的阳台因为改造过了，所以狗是不能在那边上厕所的。所以如果狗抓门或是抓阳台的话，代表他想上厕所，你就要带他下楼上厕所。哦、oh. ，你要抓他的大便。那因为你会做 ，OK，OK。Okay. okay. 大致上就这样，真的很简单的。你知道我今天带了一个行李箱去住你家吗？它是睡衣箱，而且都是女生家，都是要带行李箱的、啊。很多东西要带啊，一些盥洗用具啊，然后这些零食是要给你女儿吃的。我今天才跟我妈说不要再买糖果啊，没关系啦，这个很好吃。然后买了一堆玩具，她喜欢这个，她喜欢积木啊，鬼灭之刃的东西，然后还有贴纸。你看，这个他也很喜欢贴纸哦。我们今天不要睡觉了。不行啊。明天出去玩吧，去儿童乐园玩。不要乱加，他会失望。哇，不是你东西真的有点多哎，你知道我的东西就是一袋而已吗？怎么那么少？就带了一个喝水的杯子，两片面膜，然后带了一个卫生内裤，然后化妆品、保养品就这样。哦，没有。我最重要的是那个贝贝，是我睡觉一定要。抱一个小贝贝，好啊，那我们明天中午见了。好，在你家集合。好 ，OK， 好。祝艾瑞斯今晚换宿顺利，耶、yeah. ！看你能不能承受住我家的小孩跟狗。换宿俱乐部出发，明天中午见。耶、yeah. yeah, ！我已经到艾瑞斯家了，他这边有写入内拖鞋，鞋子要放门外。那我们现在就准备进去喽。啊，不用换单了，这很棒哎！他现在进来就是厨房哎，那客厅在哪？他这边有客厅，哇，这边就是客厅哎，哇，那房间呢？哎，房间很不错哎，房间有个更衣室。他会弹钢琴？对啊，他会。是的，我今天有事做啊。哎，我看到这个更衣间，我觉得很不错，这真的是单身公寓哎。我以前也是住这种房子，现在就是跟男朋友住，但只有一个厕所，没关系，我们就两个人。然后这边是晚上12:00要关植物灯，离开后要关了。他已经现在都有写小纸条叮醒你。对，我也有啊，我们很有默契。他接下来要干嘛？没事做。挺凶的。今天没有妈妈管，我可以无法无天。不要睡觉，通宵。我们熬夜，你要睡得起来嗨，站。走错路了，你家在哪？我家在这里，但是他走错路了。什么啊？准备好解放了吗？准备好嗨了吗？嘿嘿，你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？叫大香肠哥哥。大香肠。对，大香肠哥哥。我可以说他是香肠哥哥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太会了。老公，我们以后我们的家也要找一个这个。
哇，这个很棒哎，这个哎，我也有这双。这我的了，白痴哦。哦，这你的。哎，没有，这才是我的。白痴！你们挡路的鞋柜。这个蛮好闻的耶，好它的香水感觉都是很甜的。嗯，都很甜。哇，这个很香哎 ，Victoria 的。哎，它这种系统家具我很喜欢，因为我最近在存钱买房子，然后我真的很喜欢看装潢，因为这种系统家具就会有非常多的收纳。那这边很不错哎，这样子打电脑很爽。模仿一下艾瑞斯平常会做什么？优米，我都说了，你要在我的视线范围内，你要让我找得到你呀、啊。这个，我还有蛋糕，我不吃蛋糕，这个是小的，没关系，我要吃。耶、yeah, ，在这里有水。那、no ，好吧，你赶快帮我倒水，我要喝水。啊，什么？还是我喝这个啊？可以喝这个吗？那你说蛋糕在哪里？蛋糕再试一下。来，我们来吃蛋糕。你看这里。来，那我们吃吧。因为那个会融化。好，那我们赶快吃吧。不能全吃完，那我吃一个。毕竟他是你妈，你要听他的。他可以吃一个啊。我可以吃啊。耶、yeah! ！嗨，米娅，米娅，他吃米娅的食物。哦，小冰箱，冰箱买饮料。放他这样，他不开除的，对不对？难怪他在他的冰箱就是小小一个。这真的是单身公寓，但我现在没办法住这样的。我自己住我也要很大的冰箱，因为我有时候会懒惰，然后我宵夜就会买一些水饺或者葱抓饼，然后我就可以在家弄。自己弄完了就会痛。嗯，老公，我煎的葱抓饼是很好吃。这个声音这个很像我的。我们看谁先抽到米豆子。米豆子，哇，不是，这是那个鬼，你的是什么？我的是。啊！哇、啊，好可爱呀！这是他死掉的前辈。它这个磁铁，我来拆一个。我的是那个哎，你看，哇，回避石头真的 ，Oh my god， 哦，哇，这个好像是岩柱吗？鹰柱啊，哦，鹰柱，没有迷豆子。哎，你猜这个，你先挑一个迷豆子啊。是真的吗？这是真的，你打开。是什么？迷豆子。冰箱就是整贴到那个后面，那我们贴这里。哇，好赞哦！我们要去玩积木。走。对，不要睡了。但是他们家真的蛮无聊的。觉得怎么样？就偏小，蛮小。一个人住是蛮大的。而且我觉得。不要再拍我的脚了啦！来到艾瑞斯房间就拍脚。我今天是解放日哎，因为我今天没有小孩，没有狗。我跟你们说，那只狗它真的很烦。我们门不都关起来吗？它四五点、五六点，它就这样子，然后这样抓门，所以就会被吵醒，然后就要带它去上厕所。你看啊，它还有这个贴纸，你觉得这个要贴哪里？猫咪，猫咪要贴哪里？猫咪的地方。你要贴，你要吃糖果吗？嗯，没关系，妈妈不知道。好自律的孩子哦，我好吃下来了。你要贴在哪里？猫咪在海里面吗？可以啦，猫咪会游泳。对，这是你自己做的、哦，跟妈妈做的，好厉害哦。然后它被我吃掉了。一个是给姨妈，一个是给我的老师。那一个给天才姐姐。好。哎、欸，它的莲蓬头很大哎，超大的很大哎，那个水也很大，是拿来自慰用的吧？啊，好丑哦，其实还不错，最喜欢住女生家。我跟你们大家说，这个柜真的很贵很贵，它这几只加起来应该都比它一个月房租还要贵，一只就差不多了吧。我那时候原本想买这三只，然后后来没有买，因为我觉得太贵了。那你家也有哎？但我家的偏便宜。那我们去看看艾瑞斯他们到家。你给妈妈看，你刚刚贴了什么？我刚刚贴了一个 butterfly， 一个 butterfly。已经10:30了，给我现在刷牙去睡觉，现在马上。等一下啦，我们还没有煮完，他说要煮
这个哎、欸。哦，艾瑞斯不行，他现在马上去睡觉，明天会起不来。我们家明天是上一整天的课，明天是礼拜二，要上很久。妹妹，我们去刷牙睡觉了，好不好？好吗？完了，情绪勒索。我们现在赶快去睡觉，不然等一下我要跟你断绝母女关系啊！你好可怕！现在赶快去刷牙了，现在去。好吧。你会刷吗？他会，他会，瑞斯他会，让他自己刷。很赞呢！你自己慢慢刷，我要去开冷气哦。怎么了？我说我的人太凉了，用点水，我先帮你盛水。好了，我们上去看。好了，我妈继续开了。耶、yeah! ！不要睡，起来嗨！刷完牙，就睡觉。好吧，那你房间在哪里？你带我去吧。我们城堡还没有盖完呢、欸，我们盖没有，去睡觉。啊，做事做一半了，等你以后当妈就知道了。她需要先学会有一个规律的作息，小声一点。但是他的姨妈在睡觉，所以你们可能要小声一点。对对对对。我们来听一个比较硬一点的唐诗吧。古文观止你念过吗？李白。哇，好硬的，这肯定会睡着吧？哎、好热啊，你要不要开冷气？哦，对，他要开冷气，他房间他自己会开。好了。哎、欸，你这是什么？好好玩哦。这个是可以拿，你要抱我的时候你才会这样子。他要睡觉，你们不要再跟他玩了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妈妈要生气了。要睡觉了，要睡觉了。啊、还是我们先关视讯，因为妈妈在这边，你不敢讲话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先关视讯哈，再见。不行。好，时间嘿。起来，嘿，起来，嘿，真的。你吵醒那个姨妈了。对不起，我小声一点。不要听这个啊。去玩船。不行啦，让他睡觉，不然明天真的会起不来。我是真的担心。你现在开始上小学了，对不对？那你有喜欢的男生吗？我最喜欢女生跟男生。再见，姐姐晚安。好，赶快睡，明天见，拜拜。老公。很多人都说什么我会叫汤宇老公或汤宇叫我老婆是很幼稚的行为，可是对我们来说一点都不幼稚，因为我们是有结婚打算的。哪一天他求婚了之后，大家就可以懂我们的好消息，因为我们是想再生另外一个的。然后我虽然想生一个儿子啊，因为我觉得小男生超可爱的，但是他想要再生一个女儿也没有关系啊。如果再生一个女生的话也很不错啊，这样子妹妹就有一个小咪咪，这就可以带着她长大，感觉就很不错。好。一直就吃到饱、哦。店主人不在，可以疯狂吃。你好像会东西，对不对？坐下。可以。哎呦，来，趴下，趴着，趴着。他听不懂。握手。我再说一次，握手。哎呦。好乖哦。给你大片一点的。流口水。聪明哦，好乖哦，好无聊。走，那你自己牵自己哦，好不好？好独立的狗哦，我喜欢，乖宝宝，带你去大便。哇，他感觉超想大哎、欸！真的第一次陪狗狗大便哎、欸，你要在这边大吗？我想你闻好久哦，是不是闻到其他狗狗的味道？耶、yeah, ，我们找到事情做了，我把瑞斯的吉他拿出来弹了，是他把吉他拿出来弹，我一定要来现唱一首。你要弹什么？刻在。那个没有争议，不会啦，不懂音乐的人都知道这不是抄袭。我查一下歌词。你
啊。刻在我心里的名字，忘记了时间这回事，于是谎言错了一次就一辈子。曾顽固跟世界对峙，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。如果有下次，我会再爱一次。我不会唱，还要唱我？我们唱啊，这个很难呢。Tell me something more。走音呢？我不会啊。I am tired, try to fill that void。Oh, do you need more? And if I get feeling so... 再不带我就要带你回家哦。回家咯。我有毛病草丛啊，里面是很多狗大便啊。不会吗？哎，很臭耶。那你要带吗？没有的话我们就走哦。好了，回家吧。我们要准备去拿外送了。哎，是不是12点了？对对对，先要关这个。现在12:21，刚刚好。我们关这个晚上12点要关的植物灯。好。鱼灯。晚安，小鱼。他们是蟹堡王哎。是谁住的上面的？海面豆糕。他们好像就是这海面豆糕。好，走吧。我们现在来吃宵夜了，看米想会不会有反应。因为雷拉说我没有办法独立的好好吃完宵夜。你觉得会不会有家教啊？因为你是外人。但没有来跟我讲。靠近。嗯，好好吃哦。我刚刚不是有喂他吃零食吗？他应该吃饱了吧？嘴巴怎么有东西？妈，他开始滴口水。知难而退，没有别跟他讲那么严重，他把狗跟小孩都讲得太严重了。嗯，你们很棒啊！啊，我们来吃饭了，因为我们住中和，我们平常都只能吃中和的宵夜。现在来到瑞斯这边，想说可以吃吃看瑞斯这一区到底有没有不一样。开吃。我现在要去卸妆了，因为所有事情都做完了。对啊，这样其实真的。各位，我在汤宇洗澡的过程中，突然发现他瑞斯的抽屉里居然有手套。你穿内裤了吗？还没，干嘛？啊，米酱，你把家里怎么了？啊，你趁你主人不在家的时候搞乱，你乱咬，完蛋了！你的主人回来会骂死。哦，我都录下来，完蛋了，乱咬家具。5:30了。嗯，起床哦。他5:30就起床，比你还早。那你去弄早餐吧。有一个人在睡觉啊。姐姐，你吃早餐了吗？还没。需要那个牛奶麦片，快点！那是我问他好怎么办？早安，好累哦。我们现在要起来刷牙、洗脸，然后回去我家跟瑞斯集合，看看他有没有把我家炸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去刷牙、洗脸吧。你要喝多少？多。我不知道小孩子的量是多少，这样子是一半吗？太少。哦，帮我加一点，谢谢。喜欢呢，超乖的，厉害哦！以前小时候喜欢玩那种帮娃娃梳头发，现在是帮真人梳。
哎呦，睡嘎，绑得真完美，有成就感，我受不了我自己。很棒，走吧。植物拜拜，这听说是要照灯的植物。小鱼，拜拜。还有麦斯的内衣内裤，拜拜。小妮妮的内衣。他那个晚上窗户是完全看不到外面，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外面有内衣。还是没有。哇，我真的好久没有那么早起了。是不是很不想上课？如果没有红灯绿灯的时候，你要先跟他们说知道，因为你他会不小心打到你啊。哦，拜拜。拜。看着他进去啊。进去了，走吧，回家。绿色的内衣都是电哎、欸。哇，这么厚。这个里面都没有胸部可以放了。从内衣哪里买的、啊？我也要买。那胸部看起来很大。好可爱的内裤哦，连内裤都穿美少女战士。走吧。大完小孩要来遛狗了。你讲昨天没大便，现在早上要不要大一大？会便秘。早一整个晚上了，早上还要跑，你要不要赶快大了？我终于大出来了！哇，我们到家了！哇！早安，是我刚睡醒的样子。我觉得带狗跟带小孩对我来说很简单嘞、欸。Piece of cake， 不是，那只一天而已。我就觉得你把这个妹妹还有那狗狗养得很好，其实他们都很听话。但咪酱对我们不大会，因为被我们宠坏。我觉得可能是对陌生人他会比较有礼貌，然后妹妹也很乖。就昨天我们晚上玩得很开心，可是他一试训起来，我就觉得他收起来，因为有你在，我觉得天哪，也差太多了嘛。没有人十点半在玩的。觉得累的并不是就是他们不好带，他们超好带的，但是累的是你365天都要持续这样的生活。当妈妈真的不简单哎、欸，我们也还在适应。我跟你说，你家真的是很无聊。重点是因为我很喜欢到一个 couch potato， 我们家没有沙发。我最喜欢的就是一进到家第一件事就是。就是这样躺在这做任何事情，然后你家的窗户是晚上看不到外面的，我白天才拍了你的内衣内裤，你的内衣垫也才超厚5公分哦，每一个都是内衣5公分，我要把它撑起来，不然穿衣服会不好看。对，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幻术俱乐部，耶、yeah. ，终于回家了，太棒了，我终于可以睡我的床，你的床真的不好睡， yeah. 我要回家了，你没有床头柜，我要回家了，好、oh.。换出去还不成功，我回家今天睡觉了，再见。现在下载哈咪 Video App， 订阅 C at T， 即刻抢先14天看到我们最新的影片哦。